吃饭，虎皮辣椒。留心蛋。吃水都不吃。把子肉。还有梅菜扣肉。酸菜小笋。嗯，下饭菜蒜上生姜，鸡腿。吃个红糖糍粑，来儿子，你先咬一口，辣丝的，有点烫、啊。嗯，那这里什么甜呀、啊？我放了红糖片。嗯，奶奶，外面酥酥脆脆的，然后里面好吃，对，辣丝的。我要吃，我要吃圆呀，我吃皮儿的。
哎呦，烫嘴。高粱味的糍粑，手工糍粑，配料表很干净的，没有添加剂防腐剂。有给我们送那个豆粉，还有红糖液。啊，太香了！我还有谁？好吃，好不好吃？来，再吃一口就没了的。没了。